她是台湾第一个以拉丁歌曲著名的女歌星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一个佩娜娜。所以她的动感歌后真的是鼻祖，有人在叫她，我才知道，不是叫高金花，他们在叫帕拉玛，帕拉玛。会不会是因为有政治问题，或者是没有任何的资料去知道这个人，就是因为怕家里再来被清算，所以资料全部都被上掉。在人家都说工会的家里呀、这里工会、那个时候在小的我很辛苦，因为是我是跟普通人不一样嘛，有后面有一个黑的那个牌子，我真的那个时候就是拼命的活过来的，我不要死了。